三分。哦，应该慢下来啊。对，还有时间再投一分。哎、哇，赛车夫等不及啊。DJ。哇、哦，好球！篮底下赛车夫。嗯。来看一下缺谁犯规哦。哇，这球确实在卡位上面，并没有太过于积极啊，所以赛车夫找到自己一个进攻篮板之后。顺利的发下这两分，应该是个哇假动作骗起来了。Oh my god！ 哇，这还是赛瑟夫捡到这个篮板。先不慌这个。哇，现在篮下两边的动作都开始大了起来哦。赛瑟夫抛进。好球！哇，这边三分球加上去，勇士反倒领先喽。赖廷恩。好球！篮底下哇，小幅点击这两分。哇，第二节真的是赛瑟夫跳出来拯救了整个富邦球队哦。东线，这个传球相当的到位。刚刚赛瑟夫若一拿到分数，刚算久违的坦克切啊。哇，小幅的勾射还是够稳啊。往里面交，赛瑟夫一对一。哇，又左手勾射喽。哇，已经被你猜到啊，但是守不住啊，拿到球，哇，这个手势比出来了，日本有先比啦，是你先的啊，不是啊，你先的，两个人，你不要这样，我就不会这样了。卢俊祥单场得分来到了22分，小夫，哇，这边算是硬扛进去啊，是这个只要踩到，戴尔登。发到禁区，篮底下赛瑟夫摆进了这个超前分，哇！赛瑟夫最后这个关键篮底下的补篮，捡到了塞尔登切入没有放进的球啊！对，虽然说塞尔这球哇，其实协防的相当不错啊，但是在移墙上面也没有去补到赛瑟夫这个点啊，很可惜。好，不过现在留了1.5秒，让领航员有最后一波执行的一个机会哦。1.5秒啊，基本上球发出来就必须要出手。